央线上音乐网站统计年度点击率产生的数位音乐风云榜日前揭晓了2008年的排行榜，说白一点就是2008年里谁的专辑和歌曲是在网站上让最多人点来听的。才发行第一张专辑的萧敬腾，话虽然说的不多，但专辑成绩倒是很惊人。在这份公开的年度专辑榜中，萧敬腾以个人首张同名专辑轻松摘下第三名。就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好音乐啊。才子萧敬腾，每到有音乐的地方、舞曲的地方，他就会忍不住的扭动他的身体。今天我们有这个荣幸，能够邀请您为我们现场的展示一下。1 2 3 Oh my pretty girl， 天然有音乐，这样。哇塞，我的妈呀！和萧敬腾一样都还算是新人，却在这个排行榜中表现亮眼的是占据第四名的郭靖。他以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成为这个数位风云排行榜中排名最高的女歌手。真的很感谢你们一路上以来的支持，那不管是用心支持我或是用行动来支持我的朋友都非常感谢，那也希望你们可以继续的支持郭靖，然后我也会努力的唱更多好歌给大家听。看到这，电视机前的您肯定在问，第四名和第三名都揭晓了，究竟是谁的专辑是2008年点击率最高的专辑呢？没错，就是周杰伦的摩羯座专辑，他以4540万次的聆听率勇夺第一名宝座，紧接在后点击率达到2008年第二高的专辑竟也是周董的作品。2007年推出的我很忙专辑，以两张专辑总共8630万次的点击率来算，周董至少轻松赚近430万台币。得到这冠军很不容易耶，我现在快哭了。你应该哭啊，你还不哭就没人性。应该哭了。对，销售量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都会比嘛，很多人都会比，那我觉得良性的竞争是很好的事。那现在听到这个答案，我当然非常开心啊。这个年度数位音乐风云榜统计的不只有专辑被点击聆听的次数，就连歌曲的点击率也会另外计算，统计出年度十大单曲排行榜。是的，你没看错，在入榜的10首歌曲中又有3首歌是咱们周董的歌啦。希望网友可以继续支持，然后我可以跟我一起努力，在这个新的一年这样，然后我会变更棒的魔术给大家，是，好吧？最后呢，送个魔术给 K Bus 的朋友，选一份，对，多的这一份，多的这一份 ，OK， 这你选的啊，我选的，好吧，谢谢，不然你喊停哦，好，特写哦，好，对，停，把它放过来，放过，我们都不要看，不要动，有没有动过？红酒被压住好了，好。你也喊停好了，大声一点，来，大声一点，对 ，OK，OK，、okay, okay, 找到了，这一张，抽出来，放着吗？对，好 ，OK， 这样子，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怎么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我现在这意思就是两张牌放在上面，对，哎，很简单。刚刚说的这个 K box 它的英文是什么 ？KK，、啊、很简单嘛，打开看 ，K and K。然后咱们周董这么开心的变魔术，感谢大家支持，就知道专辑成绩对他来讲是多重要了。其他分别占据第10到第5名的专辑，分别是林宥嘉、梁静茹、南拳妈妈、李圣杰、张韶涵及吴克群的作品。